台车是2007年正零七年的六月出厂，十月跟桃园的重庆购买。当时的总代理据说是刚转换成义美，对，据说因为当时刚好要切换期，我并不确定说我签约那一刹那是义美代理还是 SOT， 但是车子是 SOT 进口的，因为我的进口文件上是写 SOT。它的仪表板在今年初的时候发现有出现裂痕，那我大概有确认有五条。那我们的车子的俱乐部50台车跟我们相同的车款里面有5台有类似的问题，就是裂开，所以说发生几率大约10%。我一开始有打电话到0800的客诉专线嘛，去做那客诉，然后2天后他们通知我把车就是拿去义美的那个总部拍照，然后大概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嘛。然后后来因为车子我都没有开，因为我车子从发现裂痕之后我就没有再开了，因为心情很糟，所以说等了19天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去订零件。然后当时他愿意帮我订零件，然后价格是19300多，然后工资3000，然后已经订了。然后上个礼拜他通知我零件已经到义美了。其实我本人已经决定自己付钱了啦，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不管是义美还是苏巴路，对于台湾的消费者似乎有一点忽略了。因为据我知道其他厂牌他对于 这方面内装环保材质或者是品质不良的问题，他们在保固外是有额外 的更换的。对，那据我知道 Toyota Infiniti Lexus 是有类似的处理方式的，但是看起来目前苏巴路是没有。最后 SOT 的一位专员有打给我说愿意提供零件8折的优惠，那工资是没有。那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订零件了，那我只告诉俱乐部车友跟那个网路上的一些伙伴，就是说有这个消息，但是我本人已经没有在 care 了。基本上车子是90分以上的，那代理商是没有到了。对，因为我对这个车很满意，然后当然这个车也有问题，也有维修，然后费用什么的，我其实当初也都照付，但是我认为仪表板裂成5块是很夸张的情况，那我本人是难以接受。我这台车是2005年的，是跟 SOT 买的，就是仪表板它无缘无故上面会有裂痕，比例哦，现在知道的有4台5台吧。有车友有去跟原厂订那个全新的，那他有反映过。那 S 就是现在是义美嘛，那义美的情形是就是照价格卖啊，照他零件价格卖。对，其他的就算过保，他还是免费更换嘛。嗯，对。那所以你觉得诚意应该是免费更换？如果可以，当然是免费更换是最好的。你对这台车满意吗？其实很满意，真的。因为我前一台车也是苏巴路，也是买新车，也是开了10几年。其实我对苏巴路的车还蛮喜欢的，对。Okay, 只不过是从最早开始跟雷巨买没多久，他们就收起来了嘛，就等于他们的售后服务感觉让我们觉得一直不是很好。撇开仪表板这个裂痕，差强人意。差强人意。对，怎么说？跟其他日系比起来的话啦，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，而且它那个价格太贵了嘛。你有时候跟义美订，可能每样都要带料，就上面这个总成这样子，我们想要换的话，会觉得这个价格还蛮高的啦。我自己个人认为啦，所以我现在放一块那个避光垫，眼不见为净。2006年买的，那时候是 SOT。好，那你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？目前碰到的问题是仪表板的破裂裂纹这样子。目前统计起来有10部左右，我印象中啊，但是发生的比例比较高是 Outback 比较多，统计起来 Outback 比较多，3.0。我们俱乐部里面的一个成员有跟 SOT 那边反映，那但是一开始是不处理，就是好像就是时间拖久让大家忘记，那但是后来看这件事在网络上有点发酵，他就想说就是零件的话8折，那工资就照收这样子，那大家觉得比较
第一拖那么久没诚意，第二金额也过高，应该再吸收多一点。我先讲 Infinity 的话，我得到的消息是说，它针对仪表板这个部分有保固到七年。那有车主反映这个问题，它就是免费更换。那 Lexus 的话，我不知道它保固几年，但是它也是免费更换。有发现问题的话，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，Lexus 是服务专员发现主动帮客人换，这是比较特别。我有得到一个消息是这样子。那 SOT 目前来讲的话，反映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它只是针对我们的零件八折，然后工资再另外算这样子。这个价格带可以买到的车，我觉得是非常满意。那其实这次 SOT 这样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的话，我觉得是有点伤到我们这些苏巴路车迷的心。苏巴路的车主来讲的话，其实比较特别，就是其他经济能力有可能可以买到双 B 啦，一些进口的欧洲车。那但是为什么会买这个车？第一可能就是低调，那第二安全性的考量。那而且其实很多车主不只有这一台，家里有两台、三台的很多。南部我们还有车友是三台的，对，各代都有。那其实这样子处理的态度会有点，第一影响到就是伤了我们这些车迷的心，第二我觉得也会对他最近卖的比较火热的那个森林人，我觉得会有点受到影响。因为其实有某论坛上面有一些潜在的买家上来发言，就说这件事会让他有点就是再观望一下，看后续怎么处理，他再做决定这样子。